2002年港姐冠军林玉慧当选之后，负面新闻多多，我们收到爆料说她被慧贤雅集嫌弃，以大比数通过不邀请她入会。香港小姐以美貌与智慧并重做口号，不少当选的港姐会加入慧贤雅集进行公益善事。而去年冠军林玉慧原本都很想加入，但有不少会员因为觉得她不符合港姐形象，所以就决定不邀请她入会。记者向慧贤雅集前会长刘善廷了解过，他说如果要入会要有人推荐或者自己提出，再经过会内面试过关才可以加入。刘善廷就说没有收过林玉慧的申请，亦都没有人推荐过他，林玉慧就暂时未有回复。有传刘善廷力邀同林玉慧同届的亚军许志轩加入，但他就无动于衷，而季军梁超仪就自己提出要加入，最后成为会员。林玉慧参选之前曾经在 Feel TV 节目大爆藏史，还自爆曾经拥有过五位性伴侣，另外亦都传出她赚落的卡数超过500万，之后又有人声称有她的性爱短片，最后她要报警处理。